到小姑哈，今天来举办有这个敬儿的活动哈，那也首先谢谢我们志儿局的每一年呢都相当的关心这个河堤上的一个亲近家园的一个活动哈，所以我们公所每一年都来承办哈。那今天呢也动员了大概有320个社区的村民哈，跟社区的这些志工们哈，来到这边来做蔡公镇区这一边附近提防的一个敬礼活动哈。那也谢谢呢，他们平常呢除了这次的活动之外，他们平常也都有在亲近家园哈。那我们这次呢是着重就是一些草哈，因为现在下雨天到了哈，草很多，然后垃圾也很多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敬礼活动，希望呢你不丢我不捡哈，然后呢我们这个家园的一个活动啊，能够持续的一直做下去哈，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的亲近。那也谢谢我们各单位的一个帮助哈，那我们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成功。之前都是一年一次，那后来我们跟市和局提起之后，他说我们觉得效应还不错哈，所以我们就是一年现在都有办两期，就是在年初大概五六月的时候会有一场，然后在11月11日再有一场。那办了之后呢，很多的村民呢，他们也当初就答对了，因为虽然他们在这个路口上虽然都有宣示性哈，但是有时候还是有死角，所以我们这些志工们他们也当初就答对哈，所以无时无刻都有在这个抓乱丢垃圾的这个活动呢，他们也都蛮积极的。